么在前几集里呢，师父勉励我们要关怀别人，同时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无底的垃圾桶，帮助别人消除情绪的垃圾，却不成为自己的负担。那么关怀呢，常常跟包容连在一起，那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关联性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师父谈到关怀哈，我们会常用到包容，好像这两个字啊，这两个词常常被连接在一起，那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吗？关怀呢是自己去关心他人，包容呢是把自己的心胸敞开，而能够包含他人啊。关心不一定能够包容，关心就是说自己付出，自己对他们对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个人呢，表示一些关怀。那关怀，这是单向的，包容不是的，包容啊。就是对方他人对自己啊产生的误会、批评、打击、折磨种种的呀，就是不利的行动，那这些不利的行动对于自己来讲啊是非常痛苦的事，在痛苦的情形下还能够谅解他，还能够啊为他设想，那这叫做包容啊。这个包容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啊。像眼睛里都不能容纳另外一粒沙子啊。是。眼睛里边一粒沙子都不能容的。那我们内心呢要包容一个异己的人。异己就是说站在不同的立场的人。甚至于根本就是一个竞争者，那要包容他，这个不简单的，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竞争者，那如果已经是竞争者，他一定是对立的。那有的竞争者不一定是对立，他不一定要打击你，只是他自己呢非常强，那么自己比他来跟他相比的话比不上他，那么这样子的话自己也能够啊尊重他，而能够赞叹他，这个叫做英雄啊，这个惺惺相惜，这个也算是包容了。是。那通常的人呢，就是比我如果比自己强的，遇到一个人比自己强的对象的话，就会妒忌他，就会破坏他，就会指责他，就会用种种方式来打击他，重伤他。这也就不是包容。这包容呢，那就因此有这里面两个层次了的。一个层次，人家并没有打击我们，并没有伤害我们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强，像这种强的人，我们能够啊欣赏他、赞叹他、尊敬他，那这个不容易的。像这种人，我们可以说是贤者，能够见贤思齐，这个人也是贤者。进一步，对方啊，不仅仅是竞争者，根本就是一个破坏者。对自己来讲啊，是站在一个绝对的敌对的立场来啊，这个对付我们，用种种方式，明枪暗箭，用种种方式来对待自己。那么这种情形，要包容他，这不简单的。这个还不算。更厉害的一层呢，自己对对方或者是对某些特定的人是非常的好，这个无微不至的关心，也可以说关怀，包容，这个，但是呢，对方来讲的话，他还是不仅仅是不感恩图报，而且是恩将仇报。不是呢以德报德，而是以怨报德。这个像这样子的情形还能够包容他，这不简单了，更不简单了啊。是。所以这个包容的事呢，我想有一些人只能做到第一种吧。那第二种
大概不容易了。第三种更难了。是，所以包容也有不同的层次啊。那么师父，您为什么觉得说包容啊，在净化心灵上很重要？能够包容他人的话，自我的中心和自我的一种啊价值观就啊无限制的去扩张放大，而不是以自己为自己了，以环境里边的他人当成自己来看，这叫做感同身受了啊，这个不容易。人家的成功等于是我的成功，我能够赞叹欣赏啊，我能欢喜。还有最难得的就是说，人家来这个批评我们、打击我们、回谤我们，还能够啊为他设想，这个人为什么会打击我，为什么会批评我，他有他的立场，他有他的原因。如果是他这个原因这个消失了，他的立场不是这个立场，他不会对付我。因此呢，有人说啊，这个狗一定是为他的主人的，那个狗在他的主人的面前，他咬另外的人，匪夷另外的人，那应该谅解这只狗，因为这个狗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他的狗的立场是跟他主人站在一条线上，不是这个狗可恶，而是呢他的立场不一样。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政治犯啊，所以政治这个政治犯是为什么受到国际上的这保护的原因呢？因为这个是没有一定的是这个好或者是不好，是或者非，没有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的立场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，那么站在一个第三者的立场啊，就觉得这个是应该啊受到保护的啊。所以我们在一个关键的时刻，最好啊为他人设想啊，那自己少一点这个难过，少一点烦恼。那这个也就是说有包容心就是一种修养，对自己来讲是一种智慧，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吧。是，谢谢师父的开示。有一句话说，心有多大世界都有多大，希望我们都能够把心量放大一点，那么都多包容别人一点。也欢迎您在下集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